们有养过。这个好吃，马德莲要沾，一个是香兰酱，一个是香芋酱。香兰应该是斑斓叶。胖胖的马德莲，吃起来大概像像长的，我就是有偏干的。培根起司，它是里面怎么有起司？没有起司，没有起司。跟你一样烤烤鸡好了。好咯，你们都选黑酱烤鸡客饭。FB 打卡送这个粥品。黑枣酱烤鸡客饭。鸡汤。
拍照，然后购物区。看 Zara Home 和家饰品，这个好可爱。